站在后面。明明要重演新戏中爸爸背女儿的桥段，老牌演员剪场却在现场搞笑，温馨戏变喜剧。本土剧帅哥苏秉宪站在女主角徐丽雯旁边，看起来好登对，但其实他们俩在新戏中是公公跟媳妇。戏外，苏秉宪跟帅哥男主角赵俊雅真实年龄也只差7岁。新戏里，他将挑战饰演史上最凶恶公公。但是这个公公就真的是，老实讲，我拿到剧本的时候，其实我也是蛮觉得，好吧。戏中对儿子媳妇百般刁难，其实苏秉宪在戏外对儿子也是相当严格。我就其实要求就是，准时守信。对，诚实，反正该做对的就做对嘛。为了演出二公公，苏秉宪下足功夫，上戏前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化老妆，不仅演活另类反派的公公角色，演技也更上一层楼。记者黄嘉伟、徐云清、谢云林台北报道。